换了新胎以后，胎压传感器还没有匹配呢。咱们现在去刘伦那里拿车载电脑学习匹配一下。OK， 我再交警不要。咱们管刘伦兄弟借一下行车电脑。只要是原厂的，好激活就行了。但我不知道你发的是不是原厂传感器。是原厂的。原厂的激活应该就可以了。这又换新电脑了。不是，非专门就是整胎压了吗？哦，我看网上一顿小教程，什么啪啪几下的，我觉得不用吧。什么什么什么轻踩刹车摁三下，怎么怎么地的，完了又靠轮胎，就根本不用这些吧。那咱就直接插上不就完事了吗？我把电脑这个口抠开，你给它一插。等会儿它得那啥，这不你这传感器没激活呢。用不用把电源打开？不行。哦，那这个激活还真得按网上教程来，什么先按一下，踩一下刹车，打三下，然后如何如何靠近它激活。我看网上的。不是，因为你这车太新，我用的是2020年的这么一个433这么一个，但是你这是24年的车。我只是用2020年的去做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现在激活不上。好了吧？标准点火开关。没想到小小胎压传感器这么麻烦。将所有气的达到关闭定位，踩一下自动踏板，持续一秒，然后松开。真的像你说的，还得他妈踩自动踏板，是不是那个意思啊？得三四下那种，是不是得关车门呢？关。那咱俩就得暂时的分别一下了。是，关上。我只能这么看着你了。你能听见我说什么吗？这是属于秘方啊，不给人看。我还是上来吧。重复三次，这个秘方好像数字很长，步骤也挺复杂。重复三次吗？确定。哎，好像坐上一个了，2.9那个不给你坐上一个了吗？那个一直都有啊，一直都有，那一直都有啊。今天早上突然就2.9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前两天是刚换完，是一直全部都有。昨天跑了一个古莲溜达玩，速度一上来就没了。我据说还有什么贴近轮胎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下去再激活一下看。啊、我看右面，我看右侧什么的。你想激活不了呢？车太新，主要就是你车太新。我们这个都没更新到那个，怎么能更新？还没更新到那个数据呢。自己能更新吗？自己更新不了，得厂家给我们更新。你这个车太新了，别着急啊，我问一下子那个厂家这个，我问一下。咱那车叫什么？全顺2023款全顺 T 八。T 八。对。你好，你好，在吗？我这儿提了一辆那个全顺新款全顺2023款的 T 八。这款车的话，我看用咱们这个更新设备还没更新到它这款车型呢，能做吗？做胎压的吗？还是做这个啥玩意的？
我在咱这买的不是老人设备吗？做胎压了，做胎压了。但是说他现在这款车是新车，2023年的车。然后我听说几乎没有，它是23年的全寸嘛。现在我再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静态学习。踩下踏板一秒，打开，关闭，打开，关闭，打开，踩下踏板一秒，关闭，打开，关闭，打开，关闭，打开。我去，没想到这东西这么麻烦，还是没有提示学习模式哦。完蛋了，兄弟们，这个胎压匹配有点难度哦。咱们刚刚跟江陵4S店工作人员联系过，就是这种方法踩刹车摁点火开关这种不适合这款，不适合咱们 T8 这个车型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这个专用工具找到 T8 的数据进行学习激活。刘林这个专用工具呢还没升级，里面找不到 T8 的车型，所以这个胎压目前是学习不了的了。等等看吧，等刘林忙完了，让他联系这个专用工具的厂家，看能不能给咱们把这个 T8 的数据升级一下。如果这个升级不了的话，那就只能等下次出门路过 4S 店的时候，让 4S 店给咱们激活一下。那咱们把这工具就先还给刘林吧，不耽误他忙了。林总啊，就还给你吧，等着你看能升级不。那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快忙着吧，我就往回走了。喂，你好。太忙了，他正这会儿正在给这个福田的做汽车实验的相关升级。那咱们就先撤退吧，刘林太忙了，我先撤吧。妥了，好了，欧了，刘林办事咱放心。朋友们，今天没有好的视频内容啊，就是平凡的一天。朋友们，咱们再忍一忍，再坚持10天左右就能出发了。为了保持日更，阿林就在家里面拍拍日常吧。走，咱们看看今天做什么好吃的。看我大哥的和馅儿，这是比八老多水里的鲅鱼馅儿。对，这玩意儿这么吸水啊？哎呀，搞个吸水越嚼越干。这是什么原理呢？这个你不知道，反正你嚼水嚼少了，它不好吃，它硬了。鲅鱼韭菜。嗯。大哥已经把鲅鱼剁好了，韭菜也剁好了。我爸把馅儿一和，现在就准备开包。爸爸跟我走，奶加油呀！再给奶加油。爸爸，我们一起，一起做俯卧撑吧。我们一起打腰。该做俯卧撑了，好不好？做完俯卧撑打妖怪。行，那我先做，你等着我。好，你要起来。你为啥不让我做？打扰。我做俯卧撑地不脏。地多脏，他的帽子多脏了。帽子掉了，捡起来吧。戴上吧，小熊戴上帽子。来吧，爸爸要做俯卧撑了啊！爸爸给你表演一个超级俯卧撑。你先让一下。打他眼睛，给你戴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对。还不对吗？他戴。起来，我要做俯卧撑。起来。我做俯卧撑。站，那车进多脏呀！做俯卧撑不脏。脏。不脏。脏。不脏。脏。我给你表演一个超级俯卧撑。对，你起来跟我打妖怪。谁是妖怪？那个是妖怪。那我得先锻炼完身体才能打妖怪，才更厉害啊！好不好？你愿意跟我一起做俯卧撑吗？我想去拿这东西呢。拿什么？拿小白鹿。来，我给你表演个超级俯卧撑，你起来。
看把你表演超级俯卧撑啊。爸爸做完了，做完了，去打妖怪吧。去哪里打妖怪啊？打妖怪。哪有妖怪啊？